不会吧？发展的这么快啊！谨言，谨言，这种事情不能强迫。疼死了，你轻点。怎么了这是？自不量力呗。我就是跟着警队的训练室里训练了一会儿，好几次了。有一点状况就得让别人救，好不好意思啊？你确实是有些笨手笨脚，但也只能将就了。我又没嫌弃你。别叫。哎，就算是训练，也不至于训成这样吧？啊，警队的人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吧？不会吧？是咱们博教授训的。训练室那些毛头小子都是荷尔蒙爆棚的。他是我的助理，怎么可以给那些人当陪练？那你也得讲点分寸呢。你看，把咱们如花似玉的简小姐训的，感觉被大卡车碾了两圈一样。哎，你说，我是不是问你三次，还行不行？那我当时是觉得还可以嘛，我哪想到，一起床就浑身都，脖子都疼。是啊，腰也不能弯，饭也不能做，一大早啊，从楼下哭到楼上来。我没哭。那真是天生一对儿啊！来来来，我来接，我来接，你继续。喂，你好。你谁啊？啊，我是傅子玉，就是跟你们一块过节的那个。急冲你是英军的。哦。哦，傅先生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简瑶呢？他俩现在有点忙，要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先跟我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我戒掉江州的期限已满，该回同事了。不知道景阳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带给家里的？啊，回家呀、啊？你肯定得带东西回去啊。我来买，买好了给你送回去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喂。瑶瑶，你那个竹马说他要回同事休假。竹马，他要回同事就回呗，干嘛向简瑶报告？俊然，不好意思，堵车了。你再来晚点，我就上车了。来来来，这个是给我妈的，我给她买了一个新手机。她以前那个老手机，她总说信号不好，这个是最新款的。你跟她说，要她不会用的话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教她。然后这个是给李叔叔的，每日三次，每次一粒，一定要用温水送服。然后这个是给萱萱的，我给她买的是修身版的，你跟她说再也不能胖了，再胖就穿不下了。这个是给你的，还有我的，当然了。你的新晋男朋友呢？佳佳呢？那成了，我该走了。嗯，那就过年回家见了。简瑶。你看看是谁来了？你看。就这一次，你总不能让我白来一趟吧？记得你说的，冬天回来一起玩。
到家了吗？我刚到家。你干嘛呢？你现在立刻准备一下，换上一套最好的衣服。一会儿会有辆车来接你。接我干嘛呀？一个活动。什么活动？公安部的国庆晚会啊。喂，之前跟你说过那件极其重要的事情，只可惜被碍眼的路人甲打断了。现在呢，我要继续。到底什么事儿？这还用问？我在和你约会。约会？浪漫吧。浪什么漫啊？胡金言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喂喂，简小姐，薄先生已经等您很久了。他在干什么？是这样，薄先生包下了我们顶层的豪华套房。欢迎光临。简小姐，我们这个套房是非常棒的，它有270度无遮挡式开阔式的观景窗，能够俯瞰整个城市的夜景，阳台还有露天的游泳池。我们可以自信地说，这是整个江州市最好的套房了，当然也是最贵的。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，这边请。谢谢。今晚很漂亮，谢谢。第一次的氛围特别重要。首先，你要给他一个浪漫的约会，让他毕生难忘。接下来的事儿呢，就顺理成章。没有你人不喜欢看烟花，到那时候，我相信他就会主动的吻你，接下来呢，就会自然而然的接受你。在酒吧接你说，不打算交男朋友。我不用你给我介绍别人。我也没说要把你介绍给别人。菊花真好看。
跟我去个地方。紧张啊！虽然我没有经验，但是我的资质，还有领悟力超群，还有非常强的观察力，我会做得很好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把眼睛闭上。干嘛？闭上。烟火晚会，很显然，你现在是站在全市最好的观景点。干嘛？什么干嘛？难道你不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吗？谢谢你，金言。不客气，我只想让你觉得浪漫而已。请你吗？那你想请吗？想，非常想。是吗？你为什么要亲我？不亲我自己女朋友有什么不对啊？我没答应当你的女朋友吗？那好啊，你现在考虑。锦瑶，我喜欢你。无论从各方面来看，我都是最合适你的。很显然，我们之前的关系错误定位了。但是如果两个人没有互相感觉的话，又怎么会有刚才那么好的默契呢？你不用考虑太多。刚才那一吻已经证明了，我们两个很有感觉，是非常有感觉。我喜欢你，做我的女人，我只想要你。考虑好了吗？才过几秒钟，我还在考虑呢。那行，你接着考虑吧。那你可不可以亲我一下脸颊？因为刚才是我主动的，现在换你亲我，可以吗？
我一下好像还没有体会得很好，可以再一下吗？ 子玉，你等一下，他马上就过来。哎，不急不急不急，你们起床了吗？我没打扰到你。喂，什么事？没事儿，就是恭喜你一下。感觉如何？谢谢，感觉非常棒。 羞了，我不打算再说了。不过你应该能想象，非常棒意味着什么吧？我们相当愉快，再次谢谢你的建议还有关心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办公室见。
我昨天晚上为你整整担心了一夜，我害怕你的粗神经会导致你的感情受挫。你要不要把详细的情况给我汇报一下？好了，收起你老妈子一样的好奇心啊！真没事。 你怀疑跟他有联系？不过他没死的这件事情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简瑶啊？景言，我知道你很担心他，但是你要知道他是在你身边的人，他是局内人，他有权利知道你所面对的人有多么的危险。 我承认，他所面对的危险已经超出了当初我要他当我助手时的预期。虽然瑶瑶很聪明、很坚强，某个程度来说，我已经离不开他。但是我认为，他不应该卷入这起漩涡的。可是他还有脱身的机会吗？ 你觉得让他远离了你，远离了这些案件，他就会安全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不知道？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这个词。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分不开了。我真的不想让他面对如此困难的处境。对，所以你打算自己独自一人去面对那个混蛋？也不是这样，有些人啊。 早就进了画面，比如我，比如你。这些遗书很可能都是真实的，并不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写的。真的存在幕后操纵的人吗？如果真的有，那凶手是怎么做到？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写下遗书，然后去纵火的呢？瞧瞧你那困惑的小脸。我是在思考。柯南道尔那句老套，但是又实用的话，怎么说来着？排除掉所有不可能的因素，剩下的。 即使再不可思议，也是真实的答案。那你还困惑什么？继续推导不就行了吗？别废话，马上推。好吧。首先呢，我必须要重申我之前的结论：一定存在某个幕后策划者。很简单的道理，即使这五个人都有纵火报复社会的动机，也不可能这么巧。 都挑在相邻几天的时间，选择相同的工具手法作案，而且这五宗案件还呈现出这么简洁、清晰的犯罪升级趋势。对，这概率微乎其微。他采用了心理控制术，影响了他们的意志，使他们产生幻觉、情绪波动。 从我写下真实的遗书，心理控制术。你想要在同一时间，集齐五个无比坚定、想以这种痛苦方式死去的报复社会者，并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又困惑了。
心理控制术本来就是心理分析的一个小分支，没有你看的那些乱七八糟电影来的夸张还有不专业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忽然想到童明也曾经要对我实施心理控制术。那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我就把他送到鹈鹕湾监狱了。哎，你的记忆力是选择性丧失的是吧？好好好，是我废话了，赶紧推，我现在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我换个方式来问你好了，如果要你选服毒自杀或是烧死，你选哪一种？服毒。不错，下一个问题，那这五个纵火案有哪一些共通点？这五个人年纪都在35岁到45岁之间，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如意。我还发现，他们都曾经有过违法违规的记录，有的是偷盗公家财产，有的是和邻里之间打架，不是很严重，但也接受过警方的教育和调解，记录在案，但是没有坐牢。没错，动不生动的一幅纵火犯的犯罪心理画像。你什么意思？他也懂行为分析，他通过某种方式挑选符合画像的人实施犯罪，这也印证了我之前的结论，他懂心理控制术。难道他就是鲜花食人魔二号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就更有趣了。紧张什么？有我在呢。再说，他已经死了。是的，他已经死了。轩轩，啊，轩然哥，我帮你拿。谢谢。买的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这什么？你姐让给你们带的礼物。走。谢谢。咱们局里也买一个吧。你知道多少钱买一个？可是人家江州局怎么就有经费啊？这白玩不是挺好吗？可是人家江州局破案率就是比咱高啊。子瑜也是一个天才啊。也？对啊，和你一样啊。众所周知，犯罪心理是门艺术，计算机是门技术。你把这两者相提并论。当然了，他在同类里算是出类拔萃。遇到我，他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为什么？为我所用啊，能够使他的价值最大化。他难道不应该感到高兴吗？自大过，你都了不起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州市犯罪心理研究室郭金岩教授的助手，我叫简瑶。之所以请大家来，
是因为大家都曾经侦办过或者正在侦办一起自杀借纵火案。薄教授认为，这五宗纵火案是同一嫌犯策划实施的关联案件。各位都是经验丰富的刑警，相信从刚才的资料当中已经看到了一些相似处。陈然哥，你怎么不进去坐呀？想吹吹风。哦，那风吹的是很舒服的。是啊。听我姐说，你最近经常在一块查案呀？是啊。你还是什么都没跟她说吗？说什么？哎，真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就不能跟他说呢？我们一起长大，从小瑶瑶就是一个又乖又安静的孩子，也从来不怎么表露她的情绪，但是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都看得出来，一次都没有错。他是真的喜欢了，我当然只有祝福他。其实有个妹妹也很好。你说我吗？萱萱啊，来洗一下水果。哎，我跟轩然哥聊会儿天。萱，这花买回来就不管了哈，放在那儿不浇水，一会儿会死掉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居然，今儿不洗手啊？你爸爸一会儿也会过来吃饭，啊，别走了。哦、奇怪啊。什么奇怪、啊？这是什么？我没买这个。那就是花店老板拿错了呗。哦。五名受害者都曾经留下了毫无伪造痕迹的遗书，他们的亲友们也表示，受害者的确出现过情绪低落，佐证了自杀的真实性。虽然案发地和伤亡情况不同，但是奇怪的是，燃油的使用量却是一样的。五名受害者的电脑都曾经被人以远程方式进入，重新格式化了硬盘，毁掉了所有的资料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五宗纵火案都同时伴有爆炸，并且引爆装置的设计也是一样的。这样看来啊，这相同点确实太多，尤其是这个引爆器，我肯定不相信有这样的巧合吧。薄教授已经得到了批准授权，五案并联，由江州市犯罪心理研究室主导调查，感谢大家配合。现在由薄教授为大家通报初步的测写结论。咻！钱叔叔，谢谢。钱叔叔怎么了？你刚放假回来，不知道我爸他病了。病了？目前还无法确定嫌犯是通过何种方式来选择受害者，但是很明显这些受害者是被挑选出来的。嫌犯的智商很高，对于心理学行为学他都很精通，他采用了暗示、药物以及催眠的方式操纵的受害者，以达到他自己犯罪的目的。嫌犯诱导受害者放弃求生的欲望，让他们写下真心实意的遗书。
受害者的精神已被控制，他们仇恨社会，仇恨环境，已经失去了同理心，所以在实施爆炸纵火案的同时，他们已经不在乎无辜的他人，甚至他们亲人的生命。随着嫌犯他的犯罪欲望升级，这些受害者的攻击性也就更大了。大家注意到没有，这些爆炸纵火案，他们的规模虽然都一样，但是受害的人数却日益增多。如果我们不加以阻止的话，这些爆炸以及纵火的案件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。是说这个硬盘是嫌犯的一个疏忽？也许不是，也许肯定是疏忽。最后一名受害者本来有一台常用电脑，但是有一些硬件坏了，就被他儿子拿去送修，给他爸爸换了一台手提电脑用。后来被远程病毒侵入摧毁的就是那台手提，但却留下了被送修的常用电脑的硬盘。然后你说的对，我觉得嫌犯不可能预估到这些，这肯定是他的一个疏忽。也许吧。来看一下啊，太乱了，怎么什么都有啊？受害者分布在全国各地，通过网络猎取的可能性最大。这有一个他生前的常用网站，是一个加密论坛。你能破译密码进去吗？能吗？你居然问我能吗？我知道你能。其实不用硬闯，我有一条捷径。因为受害者是拿自己的邮箱登录论坛的，所以我先进入他的邮箱，把他的密码改掉，发送。哎，收到一个新邮件，看一下。写数字，这是变态杀人魔的写数字。写数字的编码已经被破译了，我破译一下。Say hello to Jenny。谁是 Jenny？ 你紧张什么？他只是跟你打个招呼啊。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。终于把梦唤醒。
两颗心，一心都为你，与你长路共相依。也许爱情放弃会比拥有更近，可是我想找到你，天天年年你守护生命的踪迹，请你带我去，说好不分离，去到无穷世界里。今夜星光不离，我站在月定之地，等待你终于把梦唤醒。黑暗烟火是你唯一证明，一生一颗心，一心都为你，与你今生共相依。